呢，我是他讲，在大多数日本人的心中，一提到金鸟，他们的脑中就会浮现夏日蝉鸣刨冰。金鸟其实是日本一个家喻户晓的日用品品牌，金鸟的夏天就是日本的夏天，是它的广告文案。这个品牌花了半个世纪，用它出色的行销手腕，将日本的夏天转换成了自己的品牌资产。夏天一到，日本人就会想起它，赶快去囤货以度夏。金鸟的宣传部门甚至还特地出书来为大家解密他们的行销策略。今天他讲就要带大家一起来看这个日本行销业界教科书级别的成功案例，金鸟到底是什么，他又是怎么拿下了日本的夏天的呢？金鸟其实是日本历史上最悠久的防蚊产品品牌，世界上第一款蚊香就是金鸟发明的。创业者的上山英一郎出生在和歌山县，家里是种柑橘的大户农家。16岁的时候，他遇到了改变他人生的老师，也就是日本钞票的代名词赫赫有名的福泽谕吉先生。透过老师的介绍，1886年他认识了美国植物贸易公司的社长，他招待了这位美国社长来日本参观他老家的柑橘园，同时也送了这位社长日本柑橘的种苗来当伴手礼。社长回美国后，为表感谢，就从美国寄来了除虫菊的种子。除虫菊原产地在塞尔维亚，当地人会将这种植物制成粉，用以除去跳蚤。上山英一郎就想，如果除虫菊可以防跳蚤，那不一定也可以防蚊啊。于是他就尝试将除虫菊粉放进火里去烧，结果发现周围的蚊子真的都一只只的掉落了下来。这就是他发现天然成分的除虫菊粉真的可以有效抗蚊的瞬间了。有了这个重大发现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商品的开发。过程中，他看到佛坛上线香袅袅，灵机一动，就想到可以将除虫菊粉掺入到制香的原料里。于是，世界上第一款棒状蚊香就这样诞生了。虽然成功发明了蚊香，但棒状蚊香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它一下就烧完了。点没有多久，蚊子就又来了，实在很不方便。正当苦恼的时候，他的夫人在一旁说，哎呦，那你把它卷起来不就好了吗？有了夫人神助攻，史上第一款涡卷蚊香就这样被发明了出来。二战后，日本经济渐渐稳定了下来，民众的生活也慢慢回归了正轨。金鸟的涡卷蚊香受到民众欢迎，它在防蚊领域上也开始有了更多更优秀的研究成果。他们一边着手开发更多种不同形态的有效抗蚊产品，一边也开始想，希望能打出宣传广告，扩大品牌的认知，让商品能卖得更好。在那个行销理论什么都还不存在的1960年代，他们当时只想着要让民众记住他们的商品名称，所以一开始他们推出了很多电视广告，15秒到30秒的影片中，他们会安排知名艺人不断反复的念他们的商品名，以洗脑的方式让观众记下他们的名字。这个方法确实有它的成效，消费者去到店里想要买防蚊产品的时候，因为脑中有明确的商品名称，所以能直接指名购买。广告投放的期间，金鸟的销售额也因此得到很大的提升。但几年之后，市场环境和消费习惯渐渐改变，市场上开始出现各式各样的防蚊商品竞争对手，每家都在强调自家产品有多厉害、多有效。金鸟的只靠狂念商品名的洗脑攻势，已经没有办法与对手差异化了。除了商品名以外，金鸟还需要留下更多的品牌资产在大家心中。在这样的状况下，一般的企业都会想着要去强调自家商品跟别人家的有什么不同，在功能或是有效成分上优秀在哪里。但是金鸟他们把眼光放得更远，他们想让金鸟变成一种日本的文化传统，让它更长长久久地深入大家的心中。于是他们选择了将重点放在蚊虫出没最多的夏天。他们希望日本国民们的夏日风景里会自然而然地有着金鸟的存在，金鸟就是日本人对夏日的共同记忆。其实日本的夏天并不是谁的，每一个品牌都可以做同样的诉求，只是金鸟他们开始的更早，文案简单明了。金鸟的夏天就是日本的夏天，广告重复刷新，至今已持续了半个世纪，要模仿并且更胜人家一筹，难度实在太高了。拿下夏天之后，金鸟摇身一变变成了大众品牌，得到广大国民的信赖，销量大又稳定。
虽然已经有了如此良好的根基，但要让品牌继续成长，持续创下销量新高，还需要不间断地去提升品牌的亲和力和顾客参与，如此才能创造出更多魅力，让客人产生品牌忠诚。那要怎么做呢？金鸟认为，除了传统的优良形象以外，在行销上最重要的是，就是要时时刻刻刺激群众，提供娱乐性。大家都希望看电视的时候不要有广告干扰，广告其实是非常令人讨厌的存在，但金鸟的广告却非常受到日本民众的爱戴。为什么呢？因为金鸟的广告实在太有趣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长泽雅美主演的防蚊挂片广告。ムシコナーズがほんまに聞いてんのかどうか一遍外してみるわって去年言ってた吉田さん。お。どうなったと思う？どうなった？どうなったかは知らんねんけど。知らんのかいな。知らんねんけど。今年またぶら下げてあるわ。へえ。ぶら下げないよりだいぶいい。緊張虫コナーズ。虫コナーズってほんまに聞いてるかどうかわからへんよね。ああ。虫が入ってくるのは見えても入ってこないのは見えへんもん。まあね。じゃあ外してみたら？え？うん、そうよね。まあいいわ。外してあげようか。いや、いいって。なんで？何怒ってんの？いや、って。ぶら下げないよりだいぶいい。緊張虫コナーズ。这两支广告有趣的点在哪里呢？国民女神的长泽雅美本应该使用标准语，但是在这支广告上，她却操着一口日本人听起来也明显怪怪的、很别扭的关西腔。一查之后发现她是静冈县出身，根本就不会说关西腔。这是导演故意安排的，为的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形象落差，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比喻的可能不是很好，但就有点像是林志玲小姐突然操着一口台湾国语出现在荧光幕上那样的冲击。广告推出之后，当然马上就在各大社群媒体上掀起了火热的讨论。除了这个以外，广告的空白时间也很值得一提。电视广告的费用之高，争分夺秒，所有的厂商都会希望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把所有商品的优点都塞进去。但第一支金鸟30秒的广告里，最后宣传商品的部分只有4秒，长泽雅美什么话都没有说的无声片段却高达6秒，影片有1/5的时间都是没有提供任何资讯的。看电视途中的广告时间，观众们注意力散漫，开始滑手机，都是很正常的事。很显然，金鸟正是有考虑到这一点，并有效地活用它。长泽雅美的停顿，让人更加想知道后面他会说些什么，吸引观众抬头把焦点放在荧幕上，竖起耳朵，仔细地去聆听他想要表达的。系列广告整体的世界观自然和谐，情景真实，就好像隔壁邻居家发生的事一样。影片中长泽雅美与其他人物的互动，肢体语言也都相当幽默，吸睛又不刻意，搞笑又不失目的，让人完全的理解商品的诉求。这个系列在日本行销业界里算是相当有名的成功作品了。金鸟在日本电视广告史上走了半个世纪，时不时都会推出这种让业界人士也觉得天哪竟然的作品出现。长泽雅美的广告是近几年的了，在这边还有一个他讲特别想介绍给大家知道的虏获80年代广大日本主妇芳心的名作广告。では最後に駅前通り町内会婦人部今月の合言葉に参ります。タンスにゴン、タンスにゴン、亭主元気で留守がいい。ご苦労様でした。次は来週の金曜日でございます。辛抱駐在緊張ゴン。这支广告里头的文案 Tesh Genki de Lusu ga i， 男人要健健康康，最好不要在家，得到了当年度全日本流行语大赏的季军。厂商打广告，文案能成为当年度的流行语是非常罕见的事，也凸显了他在行销上的成功。Tesh Genki de Lusu ga i 这句话反映的是昭和末期的家庭形态和夫妇关系，意思是老婆希望老公健健康康，因为老公要健康才能赚钱养家，但同时老婆也希望老公不在家，因为老公在家的时候就会需要服侍他，准备酒菜，面对老公的一些坏习惯。这表现的是当时的日本主妇在茶余饭后的一点小小的又诙谐的抱怨。
当然，这个带有性别歧视的文案如果放在今天，100%出局，但在40年前的当时，这支广告是非常符合民情与媒体环境的。它整体的世界观就像是一个搞笑短剧，对白简洁，节奏轻快，娱乐性之高也为金鸟冲了一波粉丝。广告推出后，成功的引起广大日本主妇的共情和支持，掀起了火热的讨论，直到今天依然让很多日本人津津乐道。金鸟几乎每个广告都有相同的特征，既有冲击性，又有它独特令人目不转睛的幽默感。当被媒体问到，你们的广告这么诙谐有趣，背后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金鸟的回答令大家都傻眼。金鸟说，最重要的是商品的品质啦。走这种幽默诙谐路线其实是很有它的风险的，如果品牌在那边搞笑，商品却品质不彰，效果没有诉求来的那么好，消费者只会想要翻白眼，觉得品牌方式都把我们当笨蛋吗？一个不小心就会失去所有的信赖。金鸟说，所以虽然我们做了很多有话题性的行销活动，但我们的企业口号永远都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品质永远最重要。可以肯定的是，金鸟在下一个100年也会继续守护日本的夏天。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